是内容创作者的行业 ，content creator， 一个 accountant， salesman， 大学生，自媒业 ，freelancer， 做 IT 的，刚毕业吧，自由职业，实习助教啦，做 hotel line， 就在 Instagram 看到，刚好那时候有想学，然后就进来了。我其实观察了这里很久了，是我想要专业的地方，所以加入 Trading Case 的。30岁之前想要让我的头脑充实一点，学习有关金融更多的一些知识，想要财务自由、时间自由、地点自由。刚好也是有朋友经趁年轻快学，反正有兴趣就想来学习咯。虽然说我已经在 trading 方面有一年多了，但是我想要 revise 我的这些全部 skills， 一直找不到一个好的地方来学习，还认识了这边，所以就报名了来这个 FTT 线下培训营。我觉得学习氛围挺好的，因为大家都有互动，学员们还有跟老师的互动，我觉得挺值得的，尤其是他的早鸟价，简单容易明白呢。我觉得很有趣，因为不会很闷，可以学习到很多知识。很早就听说过它是一个趋势，蛮多年轻人都在从事这一份事业的。 Trading 是一个你不管什么时代你都是逃不掉的，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技巧。相较于去年这一届的互动比较多一点，老师教的都可以让我明白很清楚，园长们讲的都很好，是学习到很多平时不会去知道的问题，尤其是 Technical Analysis、 Fundamental 跟 Sentiment 这三个他全部都有教到重要东西。 Trading 就是本身就是一个 Reading Game 嘛，找对的时机去做适当的 Trade。 老师的分享可以让我学到怎样去分析，找到更好的时机去进场。体系的课程都是最简单化最容易明白的，交易方式也就是像 Kingston 老师的口号，简单粗暴，以学员的方向来思考怎样通过一张图表然后来赚钱。之前有听过但是不明白他们在讲什么，所以来这边这个学到很明确，不论是每一句话写下每一个字都好，都是很实战的东西来的。这整个课程蛮适合新手小白的，交易基础还有心态方面对我蛮有帮助的，有帮忙解释到一些我不明白的地方。经过这两天让我更加有信心的去交易啊。我要感谢这三位老师，就是把复杂的 theory然后简单化，教得很明白也很详细，很实用的一个策略。感谢导师们的无私的分享，谢谢三位院长教导那么多的知识啊，谢谢三位导师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，非常谢谢三位导师，谢谢你们把这么复杂的知识简单化，没有你们 trading 是不可能的，谢谢你们。我会推荐这堂课给我身边的朋友一起赚钱，来学习更多投资课程，非常推荐的新手小白来上线上和线下课程。我是从新手小白就是上了 Trading Castle 的课程，到我有了知识然后我就可以自己去做交易，我非常建议新手小白可以来到 Trading Castle 去多了解他们的课程，非常有帮助的。要勇敢一点，学习你想学习的东西，你只有自己进来这个领域知道了这些知识过后，你才会有不一样的观点。先来学习增加你的知识，然后自己再重新的去审视然后做决定，一定要先踏出第一步，如果你不踏出第一步你就不知道其实你可以走多远。交易之道，你最厉害。